2023国新全国嘉宾行道啊赛，72位来自全国的歌手，经过激烈竞争之下，来自溪底乡的沈永维得到冠军。第二名是来自香港的莫子晴，两个人是师傅甲徒弟啊关系。除了颁奖典礼以外，典礼了后举办行道啊经验分享会，提升嘉宾农行道啊的专业技能。国盛全国嘉宾行道比赛，总共有72位嘉宾歌手参加，选手进行竞投、试验机器、决定背道。经过3天的激烈的竞争，最后溪底乡沈永维以602.5分夺出冠军。那包括在比赛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其他的团队跟以前我的老师吴老师，他一直协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风味的呈现。那这个赛事我好几年都没有拿到冠军，一直都被我的徒弟打败，我终于把它拿回我的手中了。那也谢谢大家，那期待以后会有更好的成绩，那我的徒弟也都会拿到好的分数。曾经在2014年提过世界嘉宾行道冠军的赖玉泉，今年受邀担任评审，伊讲要行出优质的嘉宾，机器的适应非常重要，掌握要领才有好成绩。也就是在咖啡里面，你只要喝到，你只要有喝到 scorching， 就是有一点焦糊的味道，有烧焦的味道，它就会被扣分。比如说喝到口中的 rough 粗糙的感觉，或是涩感，它就会被扣掉。另外一部分，只要有很常碰到的，你为了要追求酸，很容易出现草的生味，这也把它扣掉。用扣分的方式，让整体的分数能够做到比较大的差异，再从风味上的好去加分。再从风味上的酸质甜感去加分，然后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分数差异。为了要推广南投县的嘉宾产业，颁奖典礼了后，主办单位邀请前5名的得奖者分享参赛行道的经验，提升嘉宾行道的技术，推广在地嘉宾产业。我们县长一直在谈到这个政策里面哦，科技农业，然后青龙回头。那我们从这个咖啡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面向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哦，愿意投入来咖啡的产业这块来发展，那这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这一次所评比的豆子全部都是我们国姓豆啊。那昨天有跟老师聊一下，他说我们国姓的豆子是绝对是很优质的。那今天产出来的冠亚军也是我们南投很优秀的哈。那我想告诉大家是说，希望说日后我们南投这个咖啡不光是我们国姓是全国的乡镇第一之外，那咖啡也可以成为我们南投县的第一哈。除了学习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要检讨改进，再当让咖啡产业的水准一直进步，让在地精品咖啡迈向国际化。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